康熙来今天要教很实用的事情，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跟别人借到钱。欢迎五位明星好，你好。这五位当中借钱的高手，贺大哥。没有了，贺大哥欠钱啊，不是，可是要会借，一定要先借。也是，贺大哥借钱最厉害的时候，应该是在他最走红讨喜的时候，所以那样借一定很好借啊。他等于是威胁别人。没有没有，那时候是跟老板借，老板，所以老板很怕你不做啊。那时候是最好借的时候。那时候老板比较单纯嘛，就是你只要稍微塞那一下，他就 OK 了了。你塞那怎么塞啊？躲起来，这样找不到，然后就行啊嘞，行啊嘞，然后人家说他好像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，叫他来，叫出来，帮他处理，帮他处理一下。好好。所以说我每一次都是用，你只要躲起来就会有人求你。所以我最后一次一躲起来躲八个月，他没有找我。所以以前的状况是你躲多久，老板就会来找你。差不多一个礼拜，他就来了。躲八个月太可怕了吧？就一躲着，怎么没有找我？就我自己跑出来，老板，我在这里。你说这个，所以用躲起来招数，你觉得大概就是以1周为限，如果1周不还没有升，应该都会找我，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录影带，就是说我不拍的话就没有办法交给录影带，怎么怎么没办法发行，对，没办法发行啊。所以你这个方法是说借助那个人很需要你才行得通啊。对，所以以前我跟诸葛亮，我们就是在这一方面的经营很差。诸葛亮来了，我们默契很好啊。哎，你还模仿诸葛亮？就诸葛亮，其实已经被模仿到烂掉。没有关系，因为今天讲到这个主题啊，很像哎，真的没关系。你们今天讲一讲，很容易就讲到我了。你可以赋予他新生命吗？新生命，嘿，我的脚比较特殊。我们要诸葛亮演赵又廷的角色。知道他是诸葛亮逼我，好了，不要吵。Take a break。所以那时候诸葛亮跟你都是用同一个招数。对，以前我们就是跟老板借钱，就是只要稍微躲一下，或者说找不到我们人了，老板知道说又出问题了。就那你不怕说诸葛亮没有躲，只有你躲，然后诸葛亮就找别人来搭档，录影带就可以出了？不，我们会躲的。未来以贺大哥当时的身价，因为我是见证过那段历史，那个老板讨好他，讨好到什么程度啊？那个你们无法想象。那个是贺大哥早一出现哦，那个老板现在很有名啊，就是有台那个老板，巨星哦，那伺候的好好的，问他要吃鱼翅喝燕窝干嘛？所以会拍手喊巨星。对对，以前老板都是要学会这一套。躲的时候你要跟朱大哥约好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时候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到另外一台去了。朱姓朱吗？他已经到，我姓谢。你要叫他亮哥吗？他已经到另外一台去了啊。那他是怎么样？是跟你那个老板怎么样？我不晓得。那我在这一台，就是因为那时候等于说，我这一台里面我就是等于是。其实贺大哥比较谦虚啊，当时朱已经走下坡了。不，然后贺是如日中天，如日中天。所以当时为什么是你要求那个老板还要在你出场的时候还要？没有，就是很自然，就是在那个台名，他认为说好像他这样对我是应该的这样，我也没有要求他这样。那可是你不会不好意思吗？你不会说老板不要这样？他们已经习惯了。真的不会了，就是你当时他这样做，我们就就这样变成这样。可是我们俩上台前也没有人喊我们巨星啊。而且如果有人喊，我们才不敢挥手呢，我们会有惶恐啊。对啊，因为说是我吗？是我吗？对啊。那么其实主持人呢，在上台的情绪很重要，就是说。比方说我要上来之前呢，我先跟老板讲，我明天呢还差多少钱这样，你帮我弄一下。他说好啊，心情上就不一样。他讲说，哎，这，啊，那算了算了，我上去。那接着下来干嘛呢？好明显，所以两位已经可以开始跟老板借钱了。两位可以开始借钱了。你看贺大哥现在的遭遇，这也不是一条好路啊。现在的时代，整个大环境已经不一样了。现在你不做的话，你蔡康永不做的话，后面旁跑一出来，陈汉典旁坐那边坐了，我讲。我是站在那边，我是站在那边的。没有陈汉典还没。他虽然坐的头昏昏，但还坐的很爽。所以当时是大概频率多久一次，就会需要在录影前就跟老板说，明天有一笔钱需要掉一下。我这很不定时呢，有时候就是，刚刚处理完，但下个月又要来了。就有时候那一个月会有一次哦。
每那是每个月了或每半年，签的多不多了？礼拜二、礼拜四都有一次，二四六都有。那个时候就对这个钱没有概念。那一次大概是多少啊？大概500-1000这样的借吧。我不是500-1000，还有是500万。500万了，1000万。哇，大咖，你该做第一个才对，大哥。每个月一次，然后就有一次没有，就是过1000万。其实，但可是我们还的很快，我们还的很快。当时老板如果跟你说他吃不消的话，你会原谅他吗？有啊，那时候朱大哥那时候就是最后一次跟我们那个老板借钱的时候，我们老板为什么把他放掉？就是说他去问那个神明，神明借钱要是宝贵啊，还可不可以借？他咚一下没有打，还算了，算变成他的到另外一家公司去，变成这样。OK， 所以你会他还会持续借你，是因为宝贝说可以，他是那个设计过的，其实你要跟老板借钱，你要自己要有个底啊，有个底，就是说我现在啊开多少口他会答应这样，那我现在他的利用价值到哪里，他认为还可以赚钱这样，你不要说我先跟你开的口呢，让你没有任何利润的话，他也不要了。那你如果跟他说500，他可不可以还价？说可不可以200就好？所以你要跟他借200，你要加，你开个500嘛。对呀，对呀。杀价就对，你在卖东西啊？你把他当成酬劳在谈呢？不是，对，有时候讲。那如果万一你说500，他就真的答应了500，你不就倒过来再多300吗？那我就变成可以隔段很长的人再借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送他不就丢了，可以撑久一点。那时候脑筋就是很非常不清楚。所以躲8个月，老板都没来找你之后，你就收山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说我讲，其实你要让人戒赌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没有钱赌钱，他戒赌了。你要让他呢，永远不会再跟人家借钱，就是不要借钱给他就对了。请问五位有人跟高利贷借过吗？哎呦，刘尔已经借过高利贷，有借过。什么？小易也有？你怎么会需要用到高利贷？你做什么事情会需要借高利贷？好，那很之前的事情啊。你是开店吗？就是也不算，可是有一阵子就是我那时候瘦，然后突然变胖，都没有接戏那2-3年，然后就是没有工作，然后。就也不好意思跟朋友借，因为毕竟以前也是拍过戏，怕跟人家开口，人家可能也不太愿意，会想说啊，那你以前不是拍戏赚很多钱啊，其实都花掉了，所以就乱翻报纸，然后就去借高利贷，想说反正就是有身份证就可以借这样子。那高利贷上面是有说明它的利息是多少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哎，他只有说利息很低，什么月付什么几百块的那种。然后就后来一借7万块还14万，多久？一个月啊。就是因为掉头寸，对，跟那个朋友去意大利，我老婆做意大利批发服装过来，订了一批货，说那个朋友说要开远期信用状叫 LC， 后来他没有开，变成说我们必须要把300万的钱全部要一次付给对方，货才拿得到，拿到货以后卖了才有钱嘛，那我必须要负担这100万的部分，然后就。信用卡能刷的就刷啊，然后这个朋友亲友能借的就借，还差个大概50-60万就跟高利贷借啊。你借50万根本拿不到50万，大概拿到先扣掉的，先40，对，大概拿到45万嘛。OK， 等到你一个月两个月以后还，大概加起来大概总共还大概70-80万。哎呦，但是你不敢不还啊。对啊，你不知道他会对你做什么樣。请问高利贷的办公室长什么样子啊？谁？我跟你讲，高利贷是非常神秘的，而且他跟你交易都是跟你约在那种。外面的咖啡厅吗？外面的路边或者什么，然后叫你上他的车，然后签一些有的。真的没有办公室啊？我以为是去他们店里。也有办公室。对，这种有。他接吗？来借钱的吗？还是来打债的？他来借钱啊？不是接啊？不，因为引来杀身之祸，不借。还是要是讨债的。放款的时候不需要衡量这个债主能不能，他们也有他们征信的一个程序在了，他们也不会傻傻的去借，他们会征信你们能不能还。会啊，他们会有所谓的上电脑侦查，他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说，要身份证。像康永哥，你的蔡康永这个2亿应该可以。对，他自己付你的。陈汉典，30万就好了。他们很多会凭对你个人的一些主观的印象。或者是说别人的介绍，所以你们两位出去借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知道你们是谁了吗？对，没错。那他们会讲话羞辱吗？比如说，你也要来跟我们借哦、喔？他会讲说，阿林怕皮不是就好谈的，那都要来救贼，会稍微说这样，那要怎么回答？就说，那我叫他谈，起码弄派谈呐。对呀，都要用台语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们贵客都是讲台语，台语就忽然语塞。没有外省腔的吗？用同样的语言可以拉近彼此距离，好不好？看他可能利息算低一点，这样。对呀，可以利息算低一点，可以讨论利息。可以啊，有的可以啊。所以你为什么能够保持住都不跟高利贷借？
因为我看过那个高利贷那种嘴脸太可怕，真的是很可怕。我看过那个，就是我们有位老一辈的艺人啊，被抓去站冰块，那个冰块拖鞋都在那边站到整个脚陷下去这样。你亲眼看到？啊，受不了哎！我在旁边泡茶。啊？他为什么要找你去看那个？不是，就因为那个艺人欠那个老大钱嘛。对。然后他就不还的，把他抓来站冰块。那我跟陪老大泡茶，我还帮他讲话说啊，大哎，不要了。啊，不你的事啦，啊，不你要退钱哦，我说没有。所以那个艺人本身也是大咖吗？还是说就是？那当时还蛮大咖的。现在还有在线上吗？现在很少。哎，想请教一下，就是站完冰块之后，还是要还钱吗？还是要还呐，还是要。所以你被他折磨的那都是。他不是白站冰块吗？对呀，对呀，对。他也不是白借你钱的。对呀。哎，所以站的时候如果求情，会不会就赶快叫他下来？其实哈，那个高利贷也好，兄弟也好，他们呢跟你讲的第一次，你要跟他守信用就 OK。比方说。你什么时候可以还我？好了，那下礼拜好不好？你这么随便一讲，下礼拜你下礼拜没有给他就完蛋了。我会立刻拿出笔记本来抄，说下礼拜几月几号。现在应该是有电脑的，帮他这样打进去。没有，他们都会写说，比如说康永哥，然后几月几号要付钱，然后要付多少钱，然后没有付出来，他可能拖到几号，然后 S 是什么时候结，他自己都会有记录。有账本啦。有账本。然后有很多可以选，比方说水泥桶蘸冰块什么这样子。所以像泡沫红茶叶，水泥打很多选项，然后健康步道的。还互相呼巴掌的苦茶，哎，可是，好可悲。刚刚鳄鱼离得最近的，鳄鱼对冲，还他盘眼皮。所以贺大哥，如果当时站冰块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就讨价还价说，那已经受苦了，就可不可以还的钱减少？不可能，他站冰块的惩罚是因为你跟他讲话不守信用。对，所以你说你没有遭到这种待遇过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是有被压着，他把压着我到那个我们老板面前说。人押来了，你要不要帮他还？我们老板说你把他怎么样没关系的。啊！哎呦，他这样子处理是对的哦，因为他这样处理哦，这个兄弟讲说，哎，没有用哎，那算了，那放他了。如果说这样子有用的话，又被又有事情抓来，又有事情抓来，变成这样。所以他压你的手势是把你手这样反折在后面，是不是？就是三四个就把带到陪着你去，把带到老板面前嘛，到他家去按电梯说，哎。我们是哪里的？然后一进去以后，我们老板太厉害了，一看这种情况，他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说：“你要把他怎么样带远一点，不要在我面前呐。”哎呦，哇！所以那个过程中，你可以想说，我要像电影里面这样说，我要偷跑什么这些吗？其实是我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你带我去见我们老板，大概会还这样。”对嘛？对，你心里就是想要帮你还。就带他去，他老板不要，他说不要，我这样啊。被押去见老板的时候，可以跟老板露出。这种乞求的脸，有各种无奈可怜的表情，我都露出来，没有用。我想看各种，因为什么？需要下跪吗？说拜托，就是帮我这一，就是那种很可怜样子，然后就是那种，我还故意弄的，就是那种要进门之前先把头发弄散散的，然后。你有没有在这边擦一些阴影，让脸颊看起来？就是感觉他是非常非常凄惨的样子，老板看到了他连看都不想看这样。他习惯了吗？不是，他已经知道说你们在到底干嘛。他们这老狐狸太厉害了。你七万块钱是真的金额吗？七万哦，去跟高利贷就是借七万，拿到手上没有七万。可是七万不应该要跟高利贷借吧？我其实我忘记我要付什么钱，是卡钱还是干嘛？付不出来，不能跟妈妈借一下吗？我不敢跟我妈妈讲啊。就不要。可是拖着就是，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，我如果拖银行的，到时候信用也会不好。可是宁可拖银行，也不要去拖地下。就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这样子，真的，只是想说欠银行的话，到时候万一就是卡不能用，或是干嘛什么。所以你们如果有钱还，都是先还地下钱庄啊。所以这个完全是错。还钱一定要先还利息高的。我跟你讲，还钱一定要先把。意见不同。还钱你要先把这个身边的亲人的钱先还掉。亲友不会打你，对呀，就因为他不会打你，你妈哪会叫你站冰块啊？不是我讲你，兄弟的钱，如果要兄弟的钱，就可能会化冰。兄弟钱都可以谈，懂不懂？你那种亲人，有些那种亲人，他这一辈子那种居居通借给你的话，你把他倒掉，真的很可怜。哪有地下钱庄的很难谈，他都很凶哎。那是因为你不会谈嘛。我们现在就讲，因为你那个。因为刘小艺跟地下钱庄打交道次数可能不够多，对啊，所以你不懂怎么跟他们交流，而且是不是你台语不够？尽量还是不要跟地下钱庄。我内拢讲台语呢。所以刘小艺当时借最大金额借到多少钱？一般最大借过500万、1000万。我借过1000万，是为了那个火锅店吗？火锅店不是现金收入吗？哎，周转周转金会有需要掉头寸做的，其实做生意。或者是投资股票的人最常就是去借钱嘛。OK。对，借钱需要投资，然后等待
变好，然后才能回收。所以借一千万之前，要自己先排练一下，怎么样才借得到这个钱吗？要练习一下了，要练习。所以最好的开场白是什么？最好的开场白是什么？要先讲说为什么要借这个钱。他先说理由。你一定要先说理由，一定要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钱就说不出啊，他是去签呢。啊？如果是去签，就签赌，那就不那不能讲啊，绝对不能，绝对不能说编一个谎话了。你可以说，我说我是要去买一批货，嗯哼，比如说我要买一批海鲜，买一批货，我需要这个钱，这样听起来会比较好，会比较好，就让人家觉得说正当正货，还钱是有希望。吞吞吐吐，我觉得我要是金主，我说哎，算，那你觉得怎样比较好？其实你要跟金主啊，要先跟他保暖一下，就是你不能够太突然，懂不懂？就是你要跟他保暖一下，前两三天要先投其所好嘛，然后那觉得说你这个人呢的程度也蛮高的，对吧？是蛮高的。然后付账呢，你要让人家觉得你是说你的金钱上，对，信用。你不能让金主觉得你没钱，因为社会上是越有钱的人越好借钱。对，好，你如果让金主觉得你是一副穷酸的话，他哪敢借给你？所以你是说你就去租一辆劳斯莱斯去看他家，对，而且最好啊，不是你有钱去租劳斯莱斯，你就不用借钱。没有，你这个投资报酬率问题啊，你身上只剩下10万。你花2万去租劳斯莱斯 ，OK， 好，你花3万请金主去酒店，好，感觉上要跟他谈生意，嗯，好，然后留5万给他带小姐出去，对。然后第三天早上说，哎，最近有个东西不错，我们来投资一下好了，啊，你出500万，我出500，啊，其实我拿500，啊，其实就是把他的500万拿来用啊。你这是骗人呢？不是，这种借钱方式是说你要有把握在一个礼拜之内可以还他了，好，那总比你跟地下钱庄借500万，一个礼拜就不知道利息多少了，对啊。那也要你认识的人有500万才行。一个礼拜过后，你再告诉老板说，哎，拍成啊，这个生意我觉得。你用过这一招吗？你真的用过这一招带他去酒店玩，然后借到钱了吗？没有，我人生第一次借钱就是跟我老板借，李天勇。好，那时候，而且我跟他借钱的原因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我要开公司。等于你不但是跳槽，对，不能说跳槽，是离职。离职，然后要自立门户，对，然后还要他出钱，还要他出钱，对，他还是出了，哎。这不是冤大头吗？也不会啦，我就跟他好说。你是有抓到他什么小辫子吗？没有，因为那一天那个就我就观察他一整天情绪都不好。是把他灌醉，然后跟女生拍裸照。但接近了，因为我看他一整天情绪都不好，一直在骂人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开口不是好时机。可是觉得不开口呢，那个好像也不行，完成不了，时间很紧迫。那我那个老板有一个癖好，就是说他就是比较喜欢那种美少女那一种，不是色情啊，就美少女。那我以前我们做节目都认识很多那种。助理小姐嘛，是，然后就抠了两个过来，就我后来我就当着妹面前哦，就跟她开口，你千万不要等妹走，妹走后老板不会没面子，对，你还没在场的时候，你要说我要开公司啊，开公司哦，好啊，那个鹏程万里什么的这样子啊，希望那个将来我们可以那个，因为其实我要开公司这个事之前就跟她讲过，她知道，她只是不知道我要跟她借钱要开公司而已。那当我跟她开口说，她问我要多少，我说50万80万。好，那个妹呢？那种水汪汪无辜的眼神就看着我老板，然后我老板就说嗯，好啊好啊。所以是立刻还了吗？之后我大概2个月后还他，因为我开公司。你这老板人也太好了，那妹一走他就可以反悔。可是那个老板现在欠他500多万，欠他现在3年多了。我出对了，真的吗？所以他很好，投桃报李啊，就是不是他的借钱方式更特殊，他告诉他一开始我不晓得，那月领你们50万，我说干嘛？你现在50万拿来给我啊，我一个月以后还你55万。我想说哪有那么好康的事情，是啊，当然我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说这个也是一种放款行为啊，也是另外一种小型的地下金融啊。那他不止跟我拿50万，他可能也跟很多那种制作圈的制作人啊，都这里凑50万凑50万这样子。后来他一直都没事，我也因为这样赚不少钱哦。你看每个月就可以赚5万，那我如果给他100万的话，他就会给我110万。对，所以我光是那一年赚这种钱哦，也赚了700-800万哎。哇！然后我觉得说哇，好棒哦，他做什么节目？然后其他那个有很多那种大咖制作人呢，也都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互动。OK。那有一天我跟王大哥王军，好，我们在那个也是我们一个制作人，好在聊天。好，聊天的时候，突然我们两个的手机那个简讯哔哔哔，同时都响了。那可以看，那互相看一眼，共同不约而同讲一句话说：“完蛋了，我们都收到他的简讯了。”说什么？他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我们给他的钱呢，现在那个他暂时没办法还我们的啊，他因为有种种的原因啊，所以他的财务陷入困境。OK， 那比较好玩的是最后一句，然后说：“但是呢，请不要骂我，你们反而要祝福我，因为我若不能东山再起，嘿。”
嘿嘿，这样子。真的原文是这样吗？对对对，那它的含义就是说，如果不能东山再起，好，你们每天骂我，把我搞死了，那你们有什么用？钱要不回来。对。所以后来有，后来钱怎么样？就所以啊，刚贺大哥讲了，就还在骂他，还在祝福他，现在还在祝福他。借钱高手其实不一定能够抵抗得了别人跟你借钱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有时候很难啊。那因为有人借钱借精了以后哦，他开口的数字都让你很为难。他如果说200万，你就一口回绝，你就说我没有啊。但是他往往那个数字拿捏的刚刚好啊，比方说15万，好啊，比方说唐勇哥人家给你借15万，你会觉得你不能讲自己没有15万，是，对啊。就是所以开口的数字要刚好是他拒绝不了的数字，对对。还有那个借钱的那种模式，有时候就是说，比方说我这样突然间讲，我们在那边聊天，然后你正好走过来，哎，何大哥，哎，你那边有没有现金？我问一下，你说啊有啊有啊，对吧？还有10几万，你先拿给我，先拿给我，你这会真的拿给我？对对。因为你不懂嘛，为什么？哎，我为什么这有没有现金？出其不意。对对。自己不懂，掰的问，顺便问一下的感觉。那我现在很正经讲说，哎，小孩子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忙？就。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？很奇怪。我讲说，我讲电话讲，哎，对对对，因为你废话太多，你那个现金，你先拿过来，先拿过来。防不胜防，就对呀。因为你前面铺陈太长，会让对手有机会去想借口。我就会说，哎，我钱都在我妈那儿，或者我老公在管。一定要速战速决啦，要理直气壮，然后速战速决。所以理由要讲得很充分。然后要速战速决，赶快决定。这是我有一次跟那个于大哥接触心得，为什么？他在路边在等计程车呢，我就过去讲，这是那，对，你很紧不？我，因为他来不及反应，借钱真的太远，包拿出来就好，反应不过来，春沙盘光亮，然后都跳啊跳啊，哦，他说，哎，我走啊，哦，我就看到那边，所以在路边也会碰到你哦。你到那个人家家的门口，哎，那个楼下的按电铃，当当当当，哎，我何阳，哎，你家里有没有现金？你们弄先拿下给他，不便。就因为你的经不起催，简日不如撞日。你一催，他们说我好，他们就会被你催。还从楼上，哎，你接好啊。所以你算是借钱最。你可以出书的那种，对不对？就不是嘞，不是，就我借钱的那种方式比较那种有灵感，比较灵活一点。OK， 所以你会看那个人的个性，然后再想办法借，是不是？有些人呢，有些人就是说你不要跟他开口借钱，但是你在面前表现出就一副就是说让他觉得不缺钱的样子。嗯，然后呢，他说不定会问你说，哎，最近有没有什么钱可以赚？嗯，有风险呢。本来赚钱就有风险呐，这样子好，那我明天告诉你。就第二天，我们不用打给他，他就打过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你昨天讲怎么样？那你今天汇300到我这边来啊？他就汇过来的。真的会，好厉害！真的会有人这样子问。可是你要做到让人家有认为说你真的是有在做事情这样。可是你的风评那么差，你会相信？是我风评差。因为你这已经是欠债出了名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欠债出名是我已经赌输钱那个。输了不少钱，不是欠债出了名，不是欠债没有出名，不一样。你看大哥说有道理，是说你要跟很多有钱的金主要先把弄，对了，都要平常都有在交际，然后都让他们觉得你并不，让他们觉得说，比如说我是在做这个生意的，我是在干什么的，哎，我随时平常，哎，我可能下个月你说你要换车就跟他借钱，换车没有用，打死我要开店，我要买东西，哎，我下个月把货卖了以后就有钱还你，他就在做食品，他如果跟你说有一批什么白松露。你会信啊？就是他有那个管道知道这件事。我说这个白松露这个月买啊，只要500块一公斤，下个月就到1000块了。我把先把它货切下来，让我下个月卖掉。跟你的背景有关系的才行。对对，要跟自己说。但是你要借钱，金主一定要你要跟他有一定的交情。如何大哥，跟那老板说我要买一批白松露，立刻就被抢。借钱呢，就是一定要两种态度。第二。比如我今天跟你蔡康永借的钱，对，我从借的钱开始呢，我每天都在你面前出现，你不要搞失踪，哎，就没出现，然后让你觉得说，好了，没关系，你呢？他在，他人在。还有一种就是你不出现，可是呢，你当你再出现的时候，你还他。哦，对对对。但我跟你3年不见面，他每天看人半年就骂你一次，这个太混蛋，怎么这样？可是3年后我一见面的康永，上次那个钱在这边讲，还有利息什么？他你拿着钱我讲。小孩子，我跟你讲，贺阳其实不错了。我跟你讲，马上就改变那个，对，都会这样子嘛。我可能不会跟小孩子这样讲，可是叫王八蛋诅咒。对，洪都拉斯，你曾经跟一位很有名的女制作人借过钱？对对，非常有名。10几年前那种台北市有很多那种
赌博性的电动玩具哦，电拉巴那些东西，那个可以花很多钱吗？可以哦，那个可以输很多钱。那你一个晚上也可以赢个十几万呢。我有拉过，一拉就拉个四个七出来。那都小意思，一晚上输赢我上过千万。哇，玩那个轮盘玩具，轮盘那轮盘真的。对啊。俄罗斯轮盘呢？是那个轮盘，那个有一个是球，一颗球，然后里面有红黑那种的。是真的有人转了，还是电子？电动的。所以你玩的是以前最有名的怎么赛马？赛马也是啊，那一台那个赛马，二十一点的 Red Jack， 然后是电动的轮盘。所以洪都拉斯你玩的是拉霸，对拉霸。哦，每天拉到眼睛都快变熊猫一样，拉拉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在开计程车吗？对，就是因为开计程车很自由啊，所以你每天都是现金收入，一天赚两三千你就去玩。那去的时候都会一堆人去玩的时候是为了靠这个赚到更多钱，那时候就不懂事嘛，想说因为旁边都哒哒哒一直在响，一响都是五万多，当当的钱也在掉嘛。那我这台都一直很安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都没有。旁边那些五万多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刚开幕那个一进去哦，我一拉吧，没有十分钟拉下来的，可是呢，拉下完了，拉下四十几万没有错，可是我一个礼拜呢还他一百多万，还不一样。你拉下来四十几万，你就应该抱着就走，再也不要回到那个。没有错，抱着回去，可是睡醒之后一抱来了。真的很容易走。所以赌博的心情就是想说，下一次会赢更多的。你以为说哇，我的腿很好，应该是可以再接再厉，没有那个再接，因为这个都是假的嘛。所以你当时开车的钱拿去玩，有赚到吗？那没有啊，就赔很多啊，就是到处去跟朋友借钱。那你不是就亏到一个地步，你就应该说我不能玩了吗？可是不会这样子，因为有一天我在晚上拉到两点多的时候，隔壁那个他只剩下十块钱呢，他投进去一拉出四七耶，他拉了十七万呢，我怎么都我好开心哦、喔！我想哎奇怪，他中了为什么那么开心？开心干什么？就是有那你为什么不换去他那台机器玩？你就不会再开了，就不会再开了。而且在他隔壁那一排都不会再开了。你也迷过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姐姐以前的第一个老公他就是开爬庆嫂，然后他所有都是电脑作业。都是，然后而且里面的客人如果有十个，大概只有两个是真的客人，其他全部是Sakura，一天一千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对啊，灵眼的意思。对，然后他们都是这样一排一排的嘛，所以如果我们坐在我中了，你这一排就都不会中，只有我中。你跟那个Sakura在玩电动玩具哈，你就知道他是Sakura，为什么？对，输再多也不会生气，就是。对啊，就在那边一直投，然后就掉那个。哎，我要吃。打麻将那个郎中哦，如果说去打麻将输钱不会生气，一定是郎中，为什么？放炮放十炮还不会生气，哎，你没有道理不生气啊，对不对？他职业倦怠，对嘛？这个他只是放义父，这个耗时间而已。所以洪都拉斯到现在还相信那不是那些人不是演。那后来我就没有玩，因为我后来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，就是对，就后来我就因为我想要去跟人家借钱嘛，可是所以你去跟那个制作人借啊？对，我就跟他借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但是我当然不会讲说我跑去玩电动玩具，嗯，我就说，我就说我车子跟人家撞到 A 道啊，那车要修理。他说：“哎呦，怎么那么可怜呐？你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我在泰山。”那我就问他在，他说他在住中和。我要把车子开过去。我说：“我也不晓得运气怎么那么差。”我说：“你要需要五万块钱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”我说：“不晓得，我离开了你的，离开你之后，我的运气一直不是很好。”哎呦，你讲这话，人家当然会很感动吧？他有没有带上楼？对啊，然后他就说，因为那时候杨丽英也在旁边，杨丽英是我们那时候，因为他跟他去逛街，然后我就说。那杨丽英就很可怜的，好了，那借给他这样子啊，哈，然后我说好，谢谢谢谢。那我借完之后借多少？又去玩了，对不对？借了五万块又跑去玩，输光了之后，我想完蛋了，我这个钱怎么还？怎么还？到底要怎么还这样子？可是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就去跟我家人说，我不行，我这个这些钱我要先还给他。那我就请我爸爸跟着我去把钱还给他，这样对对。那还了之后，你说跟着去要去拉？就是没有，爸爸已经不相信他了，知道吗？你不相信你的爸爸借过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已经很告诉自己说，我不要再玩这个东西。那我把钱还掉，还掉之后呢，那个隔几天侯文健，那不怎么讲出来，这是好事啊，他人很好。他就跟我说，啊，你车子修的怎么样？我先啊什么？还自己忘掉了，我忘记我骗那个理由说我车子还在修理。那你后来被拆穿，你以后再跟他借就会借不到哦？没有，不会再去跟他借钱的，因为人真的很奇怪，就是说你像可能康永跟小孩子没有尝过那种缺钱的痛苦，缺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尤其是你在借贷无门，我把整个通讯录那朋友的好朋友通通打叉了，打叉表示都借过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整个通讯都没有。然后你会走在路上。请问你找十个朋友，大概成功借到钱可以有几个？两个吧。在以前，现在是比较容易的。现在，但是在以前几乎已经没有了。就是你打电话去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很好玩。你说，我说我现在缺钱，你可不可以？因为我们的钱都不多，都两三万块钱的，以前不是啊。他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子？学校毕业怎么样？然后就跟我讲说，人生真的不能够一直往回头。你自己都不好好想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说好、啊，那我们就看了很久，我们两个就对看。我以为他回房间拿钱借我，你知道。
他说啊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啊，你不是要借钱给我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打算要借给你。然后讲了好久，讲了一两个小时，他说我不借你是为了要帮你。对，一般这种真的，一般以为说他被骂就是骂完就借嘛，对，就投投。再难听的都要等下去，对，讲到骂完就我知道我知道了。啊，对。然后又回头看，哎，你不是应该？没有，我没有借你。你讲那么多干嘛？还是要先把不要找朋友的管道先尝试过。比如说银行啊，对啊，银行，你跟银行贷款啊，对，当铺啊，当铺借得到钱吗？没有当铺，你要有东西当啊。像我们小额的，当然可以去当铺。当铺，我那时候很缺钱的时候，我去我家里整个巡过，看我们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好像小偷。就我慢慢找到我有一只表，很漂亮，一只浪琴表。对，对，然后我就拿到那个当铺里面去。那我经过当铺之后，我在想说，我到底要不要进去？因为觉得很丢脸，进去当铺的感觉不是很好。那我就走进去，我说啊，我要搞点物。物就是那个当当，那我物这个表啊，他就拿起表看一下，啊这就假的，他们很厉害，他看是假的，那完蛋，那怎么办？那既然都进来，再出去再进去一趟就麻烦，我要把手上一个戒指拔下来给他，他们帮你当了3000块钱。那戒指应该值多少钱？大概5000多块钱嘛。那他后来写5000多可以借到3000，很不错吧？就是戒指啊，一般的那没有小戒指而已。小戒指，很久十几年前的。所以你们现在身上都没有欠债了吧？有，当然。一片沉默，你就听到了。除了问题的那个欠政府外，欠政府的。玉林哥也有吗？不会啦，我们不。那个欠债都是很多年前的故事，都是以前因为开公司，那经常有时候因为刚经营搞不懂。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建议贺大哥办一个婚礼来收钱？其实这还蛮实用的。因为这个应该不算在抽税。我最近有在写名单了，像汉典我也写下去了。因为这个方法算还蛮人性化，而且比较自然呐、啊，而且是因为有时候借钱还被人家诅咒，那像这种是拿钱人家还祝福你。对对对，你现在愿意承认了哦？没有啦，我不是那种人的。所以刘尔金后来借到钱有办法还吗？卖房子还啊。卖房子，所以生意跟你发展的预期不一样。对对对对，所以现在我都没做了。所以你当时借的时候是认真要拿那个钱去发展生意的，是的确是这样子。OK， 所以你说你现在要重回演艺圈，然后再重新开始。你说对了。那其实你好害怕，你很害怕吗？因为这听起来感觉是苦了一阵子，是不是？可是环境都变了，火锅店很成功。对啊，因为我记得健康。不是你应该讲，可是环境都变了。哎，再没有人在试，种种，发现我自己还是不太适合。健康组那时候不是已经是连锁店到几家？对对对对，还是会有瓶颈了。所以当时你借钱来不是要发员工薪水什么，是真的要再发展？是真的要开店投资。OK， 不是到员工薪水都发不出来这个。所以真的有那种是你火锅店的客人变成你的金主的吗？真的有，真的有。所以他是怎么被你相中的？后来变成好朋友，就是变成从客人变成好朋友之后，才慢慢互相了解，才觉得说，哎呦，他就很了解我们的这个发展，了解他的财务状况。对对对对对，了解他财务状况，这一定要了解的啊，一定是觉得锅好吃嘛，所以觉得这个事业可以投资。对，没错没错。那你说的那一招带他去酒店玩，嗯哼，对方3天后不会翻脸无情就不借你钱。其实也有一种烂金主哦，就是伪金主，不是伪君子，伪金主。对，不是真的很有实力，喝完吃完就走掉了。也有，我也碰过那个，就去年而已啊，然后他说，因为我公司有一个股东要撤股，好，然后他听到了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就当场问他说，你有没有兴趣？哈，这300万，好，公司给你占20%。他说，你说人家伪金主，你也是一个骗子啊？不是，我是叫他来投资我公司，是真的，是对，是这件事。你说他如果出到300万，可以占你股份的20%？20%，因为我原本那个要撤股的股东，他就是用300万，好，然后在公司占20嘛。然后后来那个前股东，因为后来就股票就输很多钱，所以他想说啊，叫我，他说他想要这300万的股金拿回去，他需要钱，好，所以我才问另外那个我所谓的伪金主说，你有没有兴趣？我要当场说，哈，才300万，哦，我以为你这种公司要3000万，才300万而已。讲这件事礼拜三，他告诉我那礼拜我就会跟我就汇款进来。我说那股东要不要先登记？股东名单先登记。他不用了，我相信你们300万而已，股东登记什么？300万停你都没关系。哇！然后后来到礼拜，很高兴。对啊，然后到礼拜我想说，哎，钱怎么没进来？问他说，哎，那你现在都3点半了，你还没有汇款啊？我老早就会了，但至少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是从瑞士银行汇过来。他说国外银行汇款作业时间要比较长。我去问我们楼下土地银行，他说对啊对啊，整制作人家那国外汇款大概都要7天的时间。好，我就傻傻的、痴痴的、苦苦的等了7天。
还是没有着落。他为什么要骗你？然后我就终于忍不住就问他说到底有没有，好，他一直跟我说有，好，那慢慢就慢慢失联了。终于到了第七天了嘛，到了第九天的时候，半夜两点我收到他一个简讯，他真离谱，他告诉我说沈兄，那笔钱呢我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我自己要展店，他说要，因为他在做医美嘛，因为他说要展店啊，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来那个投资你公司。对，我就很纳闷，可是你不是礼拜五就说你汇款了吗？啊，汇款为什么你要怎么拿去用呢？对，所以我就回传一封给他说，但是我很纳闷，为什么你那钱不是你还回传？对，你很烦，你追问什么？对，我说你不是已经上礼拜五就汇出了吗？对，然后他又回传给我说，沈兄，你有没有听过空中抓小鸟？那笔钱我以空中拦截下来。这种人你就不要再跟他联络了嘛，就是鬼扯嘛。你这种浮夸的，你会交到浮夸的朋友啊？可是他有占到你什么便宜？也没有，所以他只是我猜了。后来想说这个为什么脸上挂不住？对对，小易的妈妈是有接到过，最近才发陌生的，他也不是陌生人，他可能是某一个一次聚会，然后跟我妈妈见过一次面，然后据说他也是孔子的后代，也是姓孔就对了。你们家也是孔子的后代吗？妈妈是啊，不知道第几代我不知道，可是就是也是孔子的后代。台湾好多人都说是。然后对，因为我妈也姓孔，跟老师也说是。要姓孔吗？他不要姓孔，姓庄，姓庄，姓庄。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样要到我妈的电话，然后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妈，我妈也没看过这个来电，然后就接了起来，她就说一开始就叫她姑奶奶，就后来她就留言给我妈，用哭的说她现在骨癌啊，然后骨头不方便啊，然后本来她都剃光头啊，然后出去乞讨，然后现在她脚不方便，没有办法出去乞讨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希望姑奶奶你一定要救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，如果可以的话你汇个10万给我，然后我就在想说10万块她要干嘛，我妈也不好意思讲，就说也不好意思回绝她，我说好，那没关系，那这个电话我来打。就打过去以后，我就说，我说孔阿姨，因为她姓孔嘛。那孔阿姨你好，我是孔兰勋的女儿。听说你要跟我妈妈借钱，我妈妈现在不方便，没办法借这个钱。嗯，我就说那你要10万块干嘛？她说我想说呢，我现在这个脚不方便，我想买一台那种机器的那种车子，我坐在上面，我可以出去跟人家乞讨。我心里就想，你如果有办法买这个10万块车子，有谁要拿钱给你啊？对啊，谁要拿钱给她？然后她还说她五个女儿都不养她。嗯。反正就是讲了一篇很大的，可是我觉得不知道他是不是骗人的诈骗集团。我希望他不是啊，但是听起来很像是诈骗集团的感觉。明星很容易遇到陌生的，就是对啊，突然会借七扯八扯的，我就觉得这有一点。所以贺大哥，这个案件你要怎么处理？如果他是跟你借的话，这电话还没讲我就挂掉了。一定也有不少粉丝会跟你开口吧？没有，其实我讲没有，其实我是真的碰到，就是说以前的观众哦，主动拿钱来帮我的有啊，就是那时候我们在那个东光摄影棚录影的时候，就是我要下班的时候跟我说，哎，他有两个那个姐妹花这样哈，就用包包这样带这样的啊，嘿呀，我单就顾我这样，我吓一跳说什么事情？我们听你在讲，他说你最近缺钱怎么样这样？我们没有多少钱呢，这个先帮你吧这样。我说不要了，哎，好几百万呢，哇，真的，大包这样子，你拿吗？没有拿，我真的没有拿，因为我吓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说不要。那你可以跟他们交朋友啊。他们是不是希望你跟他们借再还给他？没有，他们希望就是说能够帮得上我的忙这样。他们以前的观众真的非常的单纯，很可爱啦。所以你不用就是跟他们姐妹花玩一下。不用啊，不用。你的玩一下是什么？你的玩一下是什么？主持一下，一下去跳国标舞，好，跳国标舞，去他们家做，陪他们唱歌之类的。麻辣锅之类的。以前这样，如果说我年轻的时候。愿意用身体去换取这种钱的话，那现在我大概现在这个，大家就是郭台铭了。这个自可敌国。洪都拉斯，你说你后来开始有固定的娱乐的表现，就不用再跟人家借了。对对对，就比较不愿意，因为我那问题是你以前的朋友们应该会倒过来，觉得你已经是名人了，就会找你吧。对，这个比较麻烦一点的，因为像我以前在读高中的时候，有一个他们家也是当这个开工厂，嗯，那他本身也是这个工厂的，算是老板的儿子。那他很多次，因为他喜欢喝一点酒，那他喝酒的时候就会想说，哦，我跟谁很红很熟，他就跟他朋友讲说，我跟你讲，今晚半夜十二点，我卡电话哦，伊都睡过来了，对吧？所以他打电话，他说我就会炫耀跟你的交情，他跟我很熟，那他就打电话过来，就说，哎，同学，就有点喝醉酒样子，踹一个，我来介绍你朋友实在者，好烦。你讲哦，我跟你讲，
不要叫臭屁。然后我听了就很害怕，真的，我没有得罪他，真的哦。我就说我没有得罪他，我说阿弟喜安娜，不，你哪辈，你的名字做我，就叫我去就对了。好可怕。那我就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有时候会看我们手上有什么东西嘛，比方说戒指之类的。哦，臭屁啊哈，今麦拢挂这种。我跟你讲，免你阿嚣掰啦，我一个月营业额2000几万的，对不对？这我们朋友。拎起杯啊，就去家就喝酒了。那我又不会喝酒，因为我喝已经挂了。对，你很会演醉汉的，对啊，就感觉就很不好。然后就喝了两杯，说啊我要回去了。你赶快买啊，你今晚就给他夹出去，走。然后他想说我被打枪，脸上瘾。隔两差不多一个月之后，半夜2点多他打电话来，你操不严吗？那时候是我老婆接电话，你甲卖公益是啥物啊？洪盛德讲的，甲讲哦，我要甲借50万呐。他说跟我借50万，对，我今嘛都要来催你，他现在就来找我们，在我们家找我。我说啊，你别催我，可以我去催你好啊，免。我传朋友水过去你厝诶，然后没有多久他就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嘘，都不要讲话，当做家里就没有人。然后我跟我老婆就很小声说：“我们有做错什么事情吗？”“没有啊。”那他要来跟我们借钱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？对对。那我说不要紧张，他按到电铃，按到他手酸，他就会走了。对。等他明天早上清醒的时候，我们再告诉他发生什么事情好了。哦，柯大哥现在是不跟亲朋好友借钱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借钱，你缺钱的话跟他们借也没有用嘛。嗯。你只是带给他们压力麻烦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你自己想办法赶快赚钱，不是更快吗？是，我觉得你现在感情稳定下来，应该稍微钱比较守得住吧？对，我现在赚的钱都交给他，我不管钱了。他最后会不会全款潜逃？其实他才是最大的骗子。一生这么悲惨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我希望新闻不会把你刚才那一段拿来，将来有播放的机会。看电视的有人想借哈，你们都觉得就是。摆出苦脸来不是一个苦脸比较不好啦，真的尽量还是光明一点。借钱的人的心态很简单，我是救急不救穷。所以如果你是需要有急用，表示你说你有急用，你会还的样，对对对，你有能力还的样子是最重要的。救急不救穷，这个心态是很重要。就不要再装可怜，因为这种剧本大家都听多了，是讲来讲去啊，不就是说什么妈妈生病啊，爷爷怎么样的，都讲这些。所以最后这五位。你最会防跟你开口是，除了刘小毅之外，我其他都会防哎。真的吗？有四个要防吗？特别要防的应该是刘尔金吧，因为他现在要从零开始。好残忍！好，希望大家顺利，谢谢。